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看课本啊，第二卷47页，第九个，阿难得若尽，以神力重返结集处。好，那前面啊说到这个大家说要结集，然后阿难啊因为只证出果。那不能参加，而且这是在结下前，那么大家是举阿难啊，那么的过失。好，那现在看，他说这个时候下座比丘啊，那哦，那大家是还去请这个到天上啊，请很多阿罗汉来参加结集，结果啊，那这些阿罗汉都入涅槃了啊。那先是讲到这里，那这个时候下座比丘持衣钵还身，啊，那就是这些，因为下座比丘上去请这个教换钵体啊，那教换钵体听完就入涅槃了啊，然后所以啊，这个下座比丘啊，天上回来啊，就回去僧团了啊，还身啊，就回僧团。那么事实中间，阿难思维诸法，求尽禅落。好，那因为大家是不让他参加啊，认为啊，因为他还没有得落尽啊，那参加的资格啊，必须是啊三明六通的阿罗汉。那么这里这个是大智论里面。啊，然后升起率也是这么说啊，就是参加的资格有所限制，所以阿难啊就努力的啊，那么修行啊，思维诸法求尽禅落啊，因为他已经证出果了啊，那但是仍然还有一些烦恼啊没有断啊，所以叫做求尽禅落，就是能够啊出果只是断三解啊，那么也是啊有断烦恼，但是仍然还有。啊，许多烦恼没有断啊，所以努力的啊追求能够把其他的烦恼都断尽，所以叫求尽禅落啊，禅就是剩余的啊这些烦恼。其夜坐禅惊醒，殷勤求道啊。那么在这个晚上啊，那么仍然啊努力修行。那他这里是写坐禅惊醒啊，那通常。啊，行住坐卧基本上都可以修，啊，行住坐卧都可以修，啊，那不一定是坐，啊，但是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禅坐惊醒，禅坐惊醒，就是以坐跟惊醒为主。其实卧也可以，啊，那么站着也可以，啊，那么叫做行住坐卧，啊，那殷勤求道，是阿难智慧多。定力少，事故不及得到，啊，他有多闻啊，那么他对于佛法的掌握啊啊也有一定的程度，那可以说阿难具有这个深德慧啊，然后具有这个加行慧里面的闻所成、思所成，啊，那就是修所成慧还没有那么还没有那个就是那么具足而已。啊，所以因为这样啊，那所谓的无漏慧啊，还没有办法，就是断尽，就是断尽烦恼的滋味，还没有真正具足。好，那所以啊，定力少啊，那无漏慧必须要有定啊，至少要有味道地定啊，就金刚就是电光定啊，那么或者是我们说的味道地定，是故不及得到定智等者，乃可速等。速得啊，那好，我们这个我们把它说一下好了啊。那么断烦恼最重要的是智慧啊。那么智慧
能不能断烦恼取决于有很多，就是主要是定跟慧啊有没有成就。那么慧有所谓的有漏慧、无漏慧啊，这我们应该有说过啊，不过我们这边再讲一下。有漏慧啊，以慧断烦恼，那慧主要有漏慧到无漏慧，那修行是从有漏慧到无漏慧。那有漏慧跟无漏慧的一个根本啊，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差别是有定跟无定。那这个定有所谓的根本定跟味道地定啊。那有漏慧，有漏慧主要啊，我们说是闻思修。啊，我们叫做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跟修所成。那这个有时候就叫做加行慧啊，加功用行啊，这一生加功用行，加行慧啊，写在这里哈。啊，那么修所成之后啊，这个修主要是要有定，那么到这里的话就是正所成，叫做闻思修正。那么这个就可以引发无漏，但是这个正所成它重点啊，这里主要是要有定啊，要有定，就是慧要有定，以定发慧。那这个定啊，基本上啊，如果是味道地定，或者我们叫做电光定啊，就是一刹那相应啊，电光定只是刹那相应而已啊，电光定。那么它也可以断一切烦恼。那么以味道定或电光定者的，就是慧解脱，我们叫做心解脱，啊，就叫慧解脱。那么以根本定，根本定叫做七一定，七一定是根本定里面扫掉这个非想非非想啊，就根本定里面四禅八定，根本定是四禅八定，就色无色界定啊，四禅八定。除非想非非想啊，因为非想非非想定力太深，没有办法引发无漏啊。除非想非非想定，那所以八个定基本上除非想非非想就叫做七一定啊，一次发无漏的定啊。除非想非非想，啊，那依这个定啊，最重要。修所成里面主要啊就是一定发慧，然后得无漏慧正所成。那一七一定的，一味道定或电光定的，叫做慧解脱；一七一定得解脱的，叫做具解脱。那大智慧里面叫做共解脱，一样啊，叫做具解脱。那么为什么有的那么快啊？像一样都是修所成，一样都是修所成。那加行加功用行，一样加功用行，那有的比较快，有的比较慢。啊，那个是还要啊，就是有生得慧，就是你与生俱来的，或是你过去生啊，罗累积的不太一样，啊，所以有些很快，一下子像五比丘一样这样修，但敲真炉就比较快，啊，像这个须跋陀罗啊也很快，啊，有些很快，像舍利弗也很快，大迦摄也很快，那还要有所谓的生得慧，就是你与生俱来的，你过去生带来的啊，那这一生这是过去生带来的。那么这一生加行用功的，然后证啊，然后得证所成。那像如果你证三果，那么你升到色界天，那么因为你证三果以前，就是你在色界天以前你就证三果了，所以只剩下一点点，你只要稍微加功用行啊，那么就能够得到了啊。或者你证出果再来，那你的生得慧就跟别人不一样啊。其实是这样，那这个由生得慧，那么到加行慧啊，然后加行慧就成就无漏慧。啊，那么就得解脱。那因为定的不一样啊，那这个定行住坐卧都可以，行住坐卧都可以修定，行住坐卧都可以修行。那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禅坐跟什么啊？禅坐跟这个是坐，这个是立，这个是立啊。比如说咱说波州三昧，就是站着的，或是走着的啊。波州三昧比较重行跟住
那一般来讲就是宴坐惊醒，宴坐就是禅坐跟惊醒，啊，惊醒，啊，主要是这样啊。但是行住坐卧其实都可以啊，但是不比较容易的是坐，然后是醒啊，那大概是这样。因为这个站久啊，或是坐久、走久啊、躺久都一样啊，它都会造成身体上啊那某些不舒服。但是这个是比较常用的是这两个啊，然后修定，但是不只是定，要定只是要花卉的，定只是要引发无漏慧啊，就是有漏慧到无漏慧之间，这个定很重要啊。那一般啊叫做三昧啊，那么慧里面最主要的啊就是能够观啊，能够观无常无我的智慧啊，主要是这样，缘起无我的智慧啊，就是它这个定就是定之所以能够发挥啊，那还必须啊你的过去的身德位或是你有正见啊，你要正见相应，因为有漏跟无漏之间的差别，有漏跟无漏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啊，因为漏是烦恼啊，漏是烦恼啊，那烦恼的根本是无明啊，就是生死苦的烦恼，烦恼有业，苦有业，业有烦恼啊，那就生死是苦，这我佛法里面讲生死是苦，那苦有业，业有烦恼，烦恼的根本是无明，无明里面的根本是我见，有我见，有我爱啊，有我见，所以必须断无我，就证无我。那证无我，他必须啊，就是要扶助贪爱啊，那么扶助贪爱，那么才有办法啊。那你的贪爱重啊，所以我见我爱是根本。有我见，一定会有我爱；有我爱，有我爱，一定会起心动念造作啊。那种种的啊，种种的业啊，那么这些是佛法里面说的啊。那每一个人由过去生带来的不太一样。那这一生努力的加工用行，啊，加行是加工用行，啊，其实就是用功啦，啊，精进的不太一样，啊，然后你品质啊，你这是你那个心专注的能力不太一样，啊，所以他成就的也不太一样，啊，那这个是我们说到这个佛法里面啊，那主要的啊，那。无明，所以无明原形形原事啊，因为无明有业，简单讲是这样啊，所以或者说无明有贪爱，那贪爱有业啊，然后业就有烦恼障，有业障，然后会有报障啊，说三途六道，然后生死不渝，其实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你要先克制烦恼啊，觉察烦恼，那么控制烦恼，然后这个调伏烦恼啊，以定调，以戒控制烦恼，以正见觉察烦恼，这是正念正知啊，以这个你要觉察烦恼，然后以戒来克制烦恼，以定来调伏烦恼，最后到达一个层次的时候，以定以慧断除烦恼啊。但是最初也要有漏慧啊，有漏慧才知道觉察，有漏慧才知道要觉察烦恼啊，要正见。啊，要有漏慧才知道要觉察烦恼，因为你从这个道理知道，所有一切的生死都是因为烦恼，都是因为烦恼。那烦恼的根本是无明，但是你没有办法直接针对无明下手啊。那无明的根本，你没办法，就是因为你烦恼重，所以你要先觉察烦恼，你要先了解这个道理，然后之后啊，控制烦恼啊，就是在一个范围里面，你虽然有烦恼。但是你不打你没有办法断除它，也没办法调伏它，你先控制它，不让它超出这个范围啊，不让它，你虽有杀心，但没有不会动发牲口，或是你虽然动发牲口，你马上忏悔，不相续造作啊，其实就是在这个范围，你不相续一直造作，因为造作它就会成熟，或是你的心一直相续，它就会造作比较重的业，其实是这样。那么你控制烦恼之后，进一步烦恼的力量大了，你心的力量强，善心强，恶心弱啊，那么这个善心就做主导，善心弱，恶心强，恶心就做主导啊，其实是这样来的。那么控制烦恼之后，进一步，你不但不让它扩大，你还能够缩小它的范围啊，就是烦恼的时间越来越少
啊，那么烦恼的程度越来越轻，烦恼的次数越来越少啊，烦恼的时间越来越短啊，就是你稍微可以控制了，控制了之后就叫做调伏烦恼。那这个必须有你那个心藏在善法，藏在，因为你不攀缘，你对境界不好的，那么你不起贪爱，那么这个必须心要专注在法上啊。所以他给你一个方法，也许是观呼吸啊，也许是比较对治的啊，观呼吸就是五停心嘛啊，要你从这里啊，贪嗔贪的比较重的，嗔的比较重的，愚痴比较重的，先把烦恼比较重的这一部分减弱减弱，让他的势力减弱，因为他是同一个心，你的心在烦恼上，你就没有办法跟法相应，所以他必须在没有尽的时候，没有烦恼尽的时候，你赶快训练你这个心跟法相应，常常跟法相应，常常跟法相应，因为我们遇到烦恼尽，我们的心就做不了主。那是一种习惯性，有时候是一种业力啊，它就自然而然的是这样啊，就好像这个蛇啊，它遇到危险，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咬人啊。这个老鼠啊，看到这个好吃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就会去吃。苍蝇看到大便，它自然而然就飞过去。它有些是业力的原因，有些是烦恼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在没有境，所以你要在一个比较好的境里面，那么努力训练这个心。它其实是这样，修行其实它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就开始调伏烦恼，调伏到一个程度，那么你这个之间你必须要有慧，就是要有正见，你知道，因为你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你要断这个我见我爱啊，你知道要这么做是因为你有这个观念啊，你有这个观念，所以你先从那里下手，但并不是做这些而已啊，你的根本就是要断我见我爱，但是我见我爱很深啊，你没有办法直接找到他，而且对峙他，就好像他在路的尽头，啊，那个东西，那个珍宝在路的尽头，你要这样一关一关过，然后才能够把它拿出来，啊，类似像这样。那你这一关没有过，你那里面东西你知道在里面，但是你从这一关走到那里是为了拿那个东西，啊，你已经知道了啊，不然你就不知道是干什么啊。那你只是去持戒，你只是修定，你也不知道要去拿那个东西，那个就变成外道。啊，就是你一开始就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今天从这里到那里，因为做这些事目的是什么？你一开始要知道这种东西，啊，就是发愿发心，一开始很重要嘛。你为什么要做这一些？那么不然你就跟着大家走啊，人家持戒你也持戒，人家修定你也修定，啊，就是人家戒定慧，人家读书你也读书，可是你不知道我做这些要做什么，或是你最终没有去做这个东西，那么你就。等同外道了，他也有戒，也有定，也有慧啊。但是他的有漏慧没有办法转成无漏慧，甚至他的有漏慧啊，所理解的啊，就是他有定，他就在定中了、啊。他有定，他就会在定中享受那个乐喜乐啊。那这个是我们知道，或是升天啊，但是他没有啊，所以调伏烦恼之后，他就会断除烦恼啊。那外道基本上都在调伏烦恼而已，控制烦恼、调伏烦恼而已啊，那没办法断除烦恼。啊，断除烦恼之后，断除烦恼，一开始断的是三结，一开始断的是观念上的错误啊，三结，然后渐渐能够断行为上的偏差，叫做我爱啊。那所以把这个我爱主要分两个啊，上界跟下界啊，欲贪跟色贪无色贪。那欲贪是欲界的，我们的色贪无色贪是色无色界的，但是你也超越它，所以你能断三界的烦恼。那么之后啊，就是我们叫做五上分解、五下分解，上跟下啊的烦恼啊，就是上界的烦恼，下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欲界啊。那下界的烦恼主要是欲贪跟嗔而已，那跟三界是通三界的，但是你把三界就是三界主要是身见啊，以这个身为我啊，那么断了，但是断了那个具身我执还没断。啊，但是肯定会断啊，渐渐会断。但是就是渐渐你断了之后，再断无上分解，色贪如色贪，调举慢啊，然后根本我执啊，无明。那么这个断掉之后，你就证阿罗汉啊，其实是这样啊。那所以你等于断除烦恼啊，觉察烦恼，控制烦恼，调伏烦恼，断除烦恼之后啊，断你证出果也断除烦恼。那到你断除一切烦恼的时候，就叫做超越烦恼啊，就是要超越。啊，基本上它是这样啊，就是它是这个次第啊，我们把这个写清楚好。啊，它就是一个
烦恼从觉察到超越的过程啊，就是从你闻法之后，那么你能够觉察烦恼，你知道用功的方法跟关键在哪里啊？就是烦恼，就是生死，生死跟解脱，凡夫跟圣者，差别在有烦恼跟没烦恼，烦恼多跟烦恼少啊，差别在三道跟三恶道的苦，苦多乐少，乐多苦少，是因为他的善业跟恶业的原因。那善业跟恶业是因为他烦恼的粗重啊不一样啊，那造的所以造的业不一样。那烦恼的粗重不一样，就是他的有觉察跟没觉察都一直在造烦恼，那不断的造烦恼啊，那么这样的关系，所以你发现到回到最初的你，就是有觉察烦恼没觉察烦恼，有没有知道烦恼的过患，那能不能远离。所以佛法常常讲苦集灭道，或是苦集未患离啊，就是你在烦恼中了，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就叫做未着，知道了觉察能够远离，知道它的过患而能远离。开始这个就是从觉察烦恼开始做起，这个是阿含经教的，这是佛陀教的啦啊。那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修行是要从觉察自己的烦恼开始，那你只是不断的诵经，不断的念咒啊，那在不断的打坐，那么念经的时候、诵咒的时候、念佛的时候、拜佛的时候、打坐的时候没烦恼，起来之后又有烦恼，你也不觉得怎么样，因为我已经用过功了。那么他一定有力量？没有，他的力量就是可以觉察跟对治你的烦恼，但是你没有。所以你在诵经的时候很专注、很虔诚，也很享受、很感受，因为你会感受那种寂静，或是感受那种氛围，你也会有乐受，或是你在禅定中你也会有乐受，一样会有。但是当你从法会中出来，你诵的时候很专注，也会有境界，也会有乐受，也会有感受，也会有时候也会有清安啊，有时候也会进入一种境界里面，你会感到哇身心清安，也会。但是出来之后呢，法会完了之后呢，诵完经之后呢，拜完佛之后呢，拜完忏之后呢，持完咒之后呢，亦复如是，那个就作用不大啊。那我们大多数都是这样哦，你想想我们以前的修行方式都是这样，那这种是不行的。这种就是你跟着一群人哦，这看风景哦，怎样怎样，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因为大家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啊，那也很舒适啊，风景也很美丽，我心情也很好。但呢后来呢，人家这样做经过这一路的风景，他没有执着，他是要去取那个珍宝的，但是我们没有，不知道，或是也不知道到底目的是要做什么啊。所以这个是我发现到大多数的啊，尤其是北传的佛教徒，那修行都在形式跟仪式上，他基本上他不了解他的根本。做这一些的用意就是让你的心专注清明，清楚明白，而且有力量，有力量要专注嘛。那你没有，很可能是业障、报障、烦恼障的原因嘛，所以你要把这些弄清楚就好了。所以它通常的过程就是这样啊，你要不断的观察了，那么很多的境界，那你的心没有力量，我也知道，但是我做不到，知道做不到，所以他必须透过戒定慧，让他知道可以做得到。但重点是知道，那你虽然有戒、有定、有慧，但是你不知道，那跟外道一样啊，外道也有戒、有定、有慧哦，只是他的慧是世俗的慧。它不是佛法里面的有漏慧，或是然后正见的正见、正念、正知的，不是啊。那所以它一样有戒、有定、有慧啊啊，但是它没有办法。所以它重点就是这个烦恼。那烦恼不离开我见、我爱嘛？那要先从我爱下手啊，我爱我所爱，所以它叫你三依一波啊，叫你离欲恶不善之法，气是这样啊。然后之后要离欲恶不善之法，就是戒。啊，就是要戒，戒要怎么样？这个是正见、正见、正信、正知、正念啊，要先有这个啊，然后知道生死是怎么来的，那要从哪一个地方？这个叫苦集灭道嘛，佛法就叫苦集灭道，就是说你的生死苦有很多种嘛，生活中的苦、生命中的苦，最究竟来讲叫做轮回中的苦。那你为了要脱离轮回中的苦，你必须要有所作为。那怎么做呢？我也想做，但是我要从哪里做呢？但是这个观念要先有啊，所以戒它就是控制烦恼，
因为你知道一切的问题都在于业，一切的苦来自于业，一切的业来自于烦恼，一切的烦恼来自于我见我爱。这个观念要先有啊，所以要先从外围开始控制消除啊。那你必须要走过这个路啊，那么先控制烦恼啊。我虽然有烦恼，我没有办法叫他，我很生气，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我知道生气不好，我知道生气是生死的根本，我知道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我也知道一念嗔心起啊，火烧功德林，但是我就是克制不了啊，我就是没办法啊。你叫我不要生气，我做不到啊。但是你可以生气，但是你不要生气到造重大的恶业，要打人，要杀人啊，类似像这样，先控制。那每一个人的那个烦恼与生俱来的跟现在架共用型的不太一样啊。那有的人没办法不打人，那你不要打死人就好，不要把人打重伤啊。那有的可以，那我控制，我想打人，但是我控制不打人啊。类似像这样，每一个人程度不一样，程度不一样啊。那就是烦恼的程度不一样，烦恼的时间不一样。有的人气一气啊，等一下就好了，有的人要一天才会好，有的人一年都不会好啊，这个不太一样啊。有的人气起来会打人，有的人气起来会杀人，有的人气起来只是会骂人，他又不一样啊。所以你要了解你烦恼的那个程度到哪里，那烦恼的这样程度到哪里，那你要知道你要控制它，控制烦恼的程度，烦恼的时间啊。你本来一气就气一天，现在气半天就好了啊。那后来就气一个小时啊。那本来气了会打人，现在只要骂人就好，不打人了啊。那骂人本来会骂一个小时，现在骂半个小时就好了。那么就渐渐，如果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到，那么你就渐渐做到。就好像你吃这个药，那么没有吃睡不着，好，你吃，那开始渐渐增加心力，现在只吃半颗，吃三分之一，吃四分之一啊，渐渐把药断了啊，类似像这样啊，把烦恼断了。那如果你有大的能力，那么你当说断就断，我说戒就戒啊。那么但大部分人没办法，所以要先从控制啊，然后控制的当下要训练自己的心，因为你不能控制，就是你的心没力量嘛，很简单嘛啊，你的心没力量，那你心没力量又牵涉到你有没有善缘，恶缘多，我已经没力量了啊，环境还不好，我已经身体不好了，环境又不好，所以你有时候要换个环境，就是这样，我的身体就不好了，可是这周遭都很脏很乱啊，它就是病菌多啊，我就没办法 啊我一那是你很怕冷，又偏偏住在冷的地方，那你的身体就受不了啊，类似像这样。所以你必须找一个好的环境啊。如果你的心力强，那十字街头也可以坐禅啊。如果你的心力不强，你就必须去森林极静处啊，没有干扰的地方，那么不会很热，不会很冷啊，那你又不会饿到，那么这个地方，那么你才可以修行啊。所以要一个好的环境，就是你的善缘也要好，那你要修行啊，人家就来干扰你啊，就怎么样事情多，那也没办法啊。所以通常啊，所以要有方便嘛，如果讲多了就说25种方便啊，不然你没有办法离五欲弃五盖啊。那所以他开始修定啊，那你要有一些善缘，你要有一些善业，你没有善缘，你没有善业，你单单有修定的善巧，干扰很多也没办法啊。所以定基本上就是调伏烦恼啊，然后最重要要有慧啊，那慧就是来自于你之前要你知道要修戒要修定，那么问题是你为了要断除烦恼的，你要得解脱的啊，那并不是说、哦、我要升天啊，反正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觉得很不错啊。那你也不知道做什么，得了这些做什么？就像你都在一直赚钱，一直赚钱，赚了很多钱，你也不知道赚的钱为什么？反正有钱人家就尊敬你了啊，不是的，这些钱是要提高你的生活品质，提升你的生命价值的。那你这些钱赚了很多啊，你的生活品质没有提高，你的生命价值没有提升，那你这些钱意义就不大啊，你修的戒定慧意义就不大啊，这是要断除烦恼的，这个要先知道。所以慧就是跟断除烦恼啊，断除烦恼。那么烦恼有很多啊，
那么最初断主的就是三节啊，最初断主的是三节，就是见烦恼里面的最初的部分啊。那么在这个之前，都是凡夫。断了三节之后，就是圣者，叫做入流，欲入圣流，归到圣者这一类了。那么还有其他的烦恼，像阿难就是这样啊，还有其他的烦恼啊。那么到断除一切烦恼了，叫断除一切烦恼，一切烦恼都断了，就叫做超越，不再有任何烦恼了。超越在烦恼，超越烦恼，你就超越生死啊，就超越一切苦啊，就变成超越烦恼啊。那大概修行就是这个过程。那定到慧，前面要有戒，不然你会忧悔。你如果没有戒，你会第一个心有烦恼障，第二个有业障。那么如果业报成熟，还有报障啊，所以那他就没办法啊。啊，你从这里到那里，结果你不知道再给自己挖了一条沟啊，那个沟有多深有多宽，你就跨不过去啊。那个是你给自己设下的障碍啊。那所以这个是在修行上啊，大概有这样。那阿难啊，我们来看啊，就是说顺带跟大家讲一下啊。那阿难啊，那这样努力修行啊，他智慧多定力少，所以不及得到啊，就没有办法得到。那我们说过阿难前面大迦叶在呵责阿难的时候啊，举了六个过失呵责阿难的时候，那阿难也说过啊，他要得定啊，第一个阿难也慈悲心重了啊，所以常常为人说法。那么第二个是因为他要做佛的侍者，他也不能证阿罗汉，如果证了阿罗汉就不能做佛的侍者啊，反正就是有种种原因了、那所以不及得到。定智等者乃可速得啊，就是一定要有定，最少了啊，要有未到地定，或者要有电光定啊。电光定就是很多在家众很多没有修定啊，他不离五欲而生活、但是他之所以能够电光定就得到，在于他过去啊，那个深德位很具足，他过去已经修到啊，这个水已经加到九分满了啊，今天你再加一分满，它就满出来了啊，就你就可以见得到了。那你以前只有一分满，你必须加到九分满，加到十分满，你还要再加九分。现在你已经加九分了，所以你稍微再加一分就满了。有的人就差一滴水，一滴水滴进去，所以他就满出来了啊。他这个在他过去所累积的不太一样啊。好，所以啊，来他说后夜遇过疲疾厌食，却卧就枕，头位置枕，郭然得悟。好，那么这一段几乎所有的律典跟经典里面都这么说，但是前面的因缘不太一样啊。那么我们说阿难得解脱，那么有些是啊，比如说他像这个大智度论跟这个根有律啊，或者跟升起律里面有一些说法是一样的，就是说啊，那么大迦叶他本来参加了，但大迦叶把他驱出去啊，不让他参加啊。然后这个在根有律他也是这么记载的啊。那这个升起律是记载啊，这个本来他这个阿难之所以会努力用功啊，升起律是记载说，这个阿难说，大迦叶说阿难像癞痢狗在狮子群中啊，那么天人就跟他讲，那阿难就开始用功。那如果是这个中阿含啊四者经里面记载的，跟这个五分律记载的，那基本上啊中阿含跟五分律记载的有一点一样，就是因为毗舍离的这个拔起子，或叫做金刚子啊，就是这些人啊，那么跟阿难说啊，那你要用功去参加结集，那阿难就去用功，然后用功到半夜。通常这一段是大概就是前面有一点记载的不太一样，但是阿难怎么证解脱的，就是啊，那么非常用功到中夜半夜的时候啊，因为隔天就要结集了啊，然后他很累。
那像如果是南传的善建立毗婆沙，他阿难发现到啊，要中道修行，不可以太过精进太过啊，像二十一有这样啊，他也知道，所以他就调整心态，要休息一下啊。他本来要精进用功，没有休息的。后来他发现到啊，那么他善建立是说啊，他觉得要稍微不能这样太精进太过啊，所以他要休息一下，头躺下来没有多久，还没头想要躺下来休息啊，还没到枕头就解脱了。啊，那这个头位自枕，那么得尽肉得这个得到肉尽解脱，那么这个是不管是律跟典都是这么说，但前面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大概是这样啊。那其他的律典都是阿难用功到啊，这个有一点累啊，他就想要躺下来休息啊，那么没有多久就得解脱了啊，就头还没到枕头这个刹那间，这个刹那间啊就解脱，所以叫做电光定。啊，这不是电光眼，电光玉啊，如电光出了，啊，它并不一定是电光定，因为阿难本身就会修禅定，阿难应该有四禅八定，有根本定，所以它并不是电光定，它是形容像电光出这么一刹那，啊，那一般把这个叫做金刚玉定。好，所以暗者见道啊，就是本来在黑暗中啊，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啊，就见切法了。阿难如是入金刚定。好，那这里所以电光啊，电光定跟金刚定不一样哦啊，这个我们稍微来讲一下啊，就是这里有所谓的啊入金刚定。金刚定、电光定啊，或是灭尽定啊，这个是不同的概念哦，它是讲。啊，他是讲这个如啊入金刚定，他讲入金刚定，对啊啊，金刚定啊，有时候叫金刚心啊，其实真的是啊啊，那么金刚三昧啊，或者金刚玉定。这金刚是一种形容啊，就是非常的利，能够金刚能够断啊破一切物啊，那这个心如金刚啊，有时候叫金刚玉定，或者叫金刚玉三昧啊，反正金刚玉定。那这个是啊三果啊，就阿罗汉相啊，通常是三果或者叫阿罗汉相啊，三果到四果，三果的圣者。啊，要证四果，四果是断尽一切烦恼，啊，它能够断一切，啊，如金刚能够断一切，然后这个心能够断一切烦恼，啊，那么三果到四果，或是三果再来是三果相，啊，那么四果前面有一个四果相，啊，不是三果相，然后三果，如果以四双八倍来讲，这前面是三果相，那么这中间是四果相。叫做阿罗汉相，啊，那四果相到四果，啊，那最后一念心就叫做金刚心，啊，那最后一念心，那菩萨的话就是等觉菩萨要成佛以前，那最后一念心叫做金刚玉定、金刚心、金刚玉心，啊，那这样最后一念心，那这一念心就断掉了，就断一切烦恼，就是他在四果到。三果四果相到四果，这最后一念，那么叫做金刚定、金刚玉定啊。那如果是菩萨的话，就是等觉菩萨到成佛，成佛以前，就是比如说阿罗汉或是佛啊。我们这个是声闻跟菩萨啊的不同而已，但是都是断尽一切烦恼啊。那么这阿罗汉跟佛。阿罗汉前面是阿罗汉相，佛前面是等觉。那么要成佛之前啊，就是就近之前啊，这个是声闻的就近，这个是大圣的就近。就近之前的那一刹那，到就近之后，就比如说这一刹那，这个心啊，在这里还是三，在这里之前还是什么啊？还是阿罗汉相？就在这里之前还是等觉。那么过了这一念，过了这一心。他就是
阿罗汉跟佛陀了，那这个叫做金刚预定，就是它纯粹只是指 那一念心那一刹那，那如果是电光定又不是，电光定是证初果，电光定它也是类似像电光这样，它也是像电光，但是它不是电光定，电光定是证初果，重返入圣，那么一刹那一刹那重返入圣，那这个是有一些在家居士，它是一刹那心相应，刹那心相应，那么重返入圣，断了烦恼，但是这个是断尽一切烦恼，那个是重返入圣，这个是从这个圣里面从没有究竟到究竟，这个是不一样。那如果是灭尽定，那灭尽定又不一样，灭尽定有很多种说法，部派里面有很多种说法，但灭尽定一般是灭，叫做灭受想，那部派里面在讨论灭尽定，灭尽定一般来说是无漏的，但是也有说有漏的了，就是中阿含跟杂阿含讲的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说基本上一般来说它是无漏的，就是圣者才有的定，凡夫是没有的，但是灭尽定基本上是灭受想，它不是一直在这个定里面，它是在非想非非想之上，四禅八定上面还有灭尽定，所以叫做九次第定，那么它一般来说啦，一般的说就是圣者那么圣者也有身苦像佛陀一样那么有身苦年纪大了或怎么样，那么他要免掉这个身苦，他会入灭尽定，就灭受想嘛，灭受想定就是没有受但是他没有一直在这个定里面，这只是有一点，就是他入那个定以不受这个身苦休息，暂习止想，但暂止习这个想受跟想，那么他就不用再受这个苦那大概是这样但就是灭尽定有很多讨论，但是我们就基本上是说灭尽定、金刚定跟电光定它不太一样好，但是有一点类似一样电光定电光定像电光一样，它就重返入圣那么这个金刚定本来就圣，但是从有学到无学从断尽，从还有肉那么断尽一切的烦恼就是可以说从有学到无学了。那电光定大概是从凡到圣那又不太一样，但是都如电光那这个叫一般来讲所以后来会讲最后那一念心都叫做金刚定、金刚预定断尽一切烦恼的这个心那定气就是心所以心解脱是定。心真上学是定真上学，好，所以这个因为它这个名词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能够断一切烦恼的那个定叫做金刚预定那声闻正成阿罗汉菩萨成佛都是依这个金刚预定，那一般来讲就是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那么断烦恼之前那么那个心叫做金刚预定那主要是能破一切烦恼的禅定，所以破一切诸烦恼三得三明六神通共解脱，共解脱就是具解脱，做大力阿罗汉。那么因为我们说这个生起力跟大智度论那么里面说的一样，就是那么参加解脱的人多数是这样，就是不是参加解起的这一些阿罗汉必须是具解脱的阿罗汉然后甚至有一些提到他不但要具解脱，而且要通两部律就是你要结集律要通两部律。好，有关于结集那么各个经律它其实说法有一点点差别就不太一样到底是先结集经还是先结集律到底阿难是一开始就参加还是最后才去参加然后不太一样。好，到底是五百个人还是一千个人？结集的时间到底是七个月还是三个月？还是四个月还是两个月？那么这个都说的不太一样但本来印度就有种种的说法。好，那我们再来看就讲到这个金刚定、金刚预定我们稍微做一个
分别啊，那三明六通俱解脱啊，那么这个叫做大力阿罗汉。那么集业到升堂门啊，其实就是到那个要结集的地方啊，敲门而唤啊，我们说到七业窟啊，或是到刹帝利啊，刹帝利窟啊，就是那个山里面山洞里面了、啊，那敲门啊，然后告诉里面的人，大迦叶就问啊，谁在敲门啊？那这个阿难就回答啊，我是阿难。大迦叶说，那你为什么来了啊？因为前面他把他赶出去了嘛，他手牵阿难出嘛啊，因为你看四十六页啊，第一二三四啊，他把阿难牵出去啊。这个跟根有律讲的一样啊，但是其他的律基本上是阿难一开始就没参加啊，然后最后这个他在辟舍离说法啊，然后辟舍离的这些人跟他说你应该去参加啊，然后所以他努力用功修行得了阿罗汉他才飞过去的啊，所以这个有一点不一样啊，但是如果依大智论就是说他一开始就参加，但是结下的时候啊，那么自治跟他举罪，然后跟他讲他不合资格，那让他出去啊，说你把烦恼断尽了你才来啊。那这个大智论说的这一部分跟根有律一样啊，根本说一切有律也是这么说啊，那其他的律点他就不这样，一开始就没参加啊，然后有些说是他一开始在辟舍离说法，那辟舍离的这些拔旗子啊或者叫金刚子啊，然后跟他说啊你应该要去参加啊、所以他就用功修行啊，甚至那个拔旗子啊，那知道阿难应该要去参加，然后就鼓励他，你不要在这边啊，在为大家讲经了，你赶快啊去修行，去山林里面用功修行啊，因为你常常这样为大家说法，你的定不能成就，那你应该要去参加，所以他就努力啊，就开始去用功修行啊，然后到半夜解脱。啊，但是我们稍微知道，就是各个经律讲的不太一样，但是他怎么解脱的这一段几乎经跟律都一样，就是修行到半夜，然后他想要休息一下，头还没到枕头，这个时候证阿罗汉得金刚预定，这一段基本上都是一样。好，那这个解脱了之后啊，然后他就敲门啊，因为他只是在外面而已嘛啊。然后如果是其他的经历，就是他在辟舍里，然后用神通，啊，那个辟舍里到王舍城还有一段期间，他们是隔着一条恒河了。辟舍里跟王舍城，就摩羯陀国是隔着一条恒河，辟舍里是八岐国的啊，然后就隔一条恒河，那斜对面而已。他用神通飞过去，啊，那如果他只是被大家赶出，就在下面而已，啊，然后他一下子就去了，啊，然后就敲门，啊，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来？”阿难说：“我今夜得禁猪肉，我已经禁猪肉，明天早上要结集，明天早上要结集。”他今夜得禁猪肉，大家这时候，那我不跟你开门。你既然得禁猪肉，因为他的规定就是要三明六通啊，啊，要具解脱了才能参加，会解脱的还不行哦，会解脱的还不行啊。那这个是律里面说的啊，大智里面也这样讲啊，升起律也这样讲啊，就是说，那么你既然得禁猪肉，而且得具解脱。那么，如果是会解脱，他也没神通啊。你叫他从药石孔进去，他也进不去啊。因为神通里面有一种就是十八神变，十八神变可以变大变小，变多变少，啊，然后在虚空中行住坐卧，然后就是变就分身啊，它可以变大变小，啊，形状也变不一样啊，变一条虫，变一条龙啊，然后可以瞬间移动，啊，然后在虚空中行住坐卧。啊，瞬间移动，身上出水出火，叫做十八神变。那其中一种就是变大变小，然后可以穿墙啊，入壁啊，类似像这样。那其中一种就变大变小啊。那你说，那好，那你既然得解脱了啊，那你就从药石孔自己进来啊，我不给你开门啊。那所以啊，阿难就用神力啊，神力就是神通的力量。啊，从药石孔啊里面进去之后啊，那就礼拜僧主忏悔啊，礼僧主就是一种最近礼了啊，五体投地啊。那一般我们是礼佛主啊，但是礼僧主也一样。好，
大家是莫负见者啊，来跟大家是忏悔啊，希望你不要再责怪我了啊。那大家是说手摩阿难陀，我故为奴使奴得道啊，就是你也不要怪我，我其实就是为了激励你啊，勉励你啊，让你可以得解脱的，你不要嫌恨我啊，我也是这样啊，因为这个阿难跟大家说奴莫负见者啊，你不要希望啊，你不要因此责怪我啊。那大家说也是跟他说，奴无嫌恨，我亦如是啊，你对我没有嫌恨，我对你也是没有，为什么啊？那么他说阿罗汉心也是这样啊。那这个底下我们把这个讲完啊，那以奴自证，这个经文应该是以奴助证复奴本位啊，就是因为你现在证得了，所以你现在回去，因为他给他预留一个位置，所以这个经文啊，因为翻译他会前后照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以奴自证复奴本座啊，其实是这样。那中间这一段是我亦如是啊，譬如所化虚空无所拦阻，就是说你没有嫌恨我，我当然也不会嫌恨你啊，也不会见责你嘛啊，也不会嫌恨你啊，责怪啊。那么所以这个以奴自证要移到复奴本座这边来啊。那么还有就是他当然啊，这个因为你已经证阿罗汉了，那阿罗汉如所化虚空无所拦阻啊，他有化虚空，就是我讲你的其实就像所化虚空一样，我内心是没有讲你怎样怎样的啊。阿罗汉心也是这样啊，阿罗汉心也是这样啊。那么迦摄是阿罗汉，那么阿难现在也是阿罗汉啊，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都没有贤者，一切法中得无所着。好，那你可以回去做了啊，因为以奴自证复奴本座啊，因为你已经证阿罗汉，那只有阿罗汉才能参加嘛啊，所以以奴自证复奴本座啊，那我不嫌恨你，你也不嫌恨法，你也不嫌恨我啊，就是我奴无嫌恨啊，那么我也不会嫌恨你，我也不会见责于你嘛啊，所以阿难说莫，因为前面就是已经举他的过了嘛啊，所以莫负见责，因为你还有烦恼啊，说不能参加啊，那其实是这样。好，那我们先下课。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到底谁参加节集啊？那如果依大致来讲，我们所知道的啊，我们所知道的参加节集的人啊，那么基本上啊，就是啊，看到了大概，因为大致没有提到啊，参加节集的到底是有谁？那如果我们来，因为各个经律记得不一样啊，我们知道了大概就大迦瑟、优波里、阿那利、阿难啊，大概就这几个而已。那另外啊，如果是啊，这个如果是他有请穆建人的弟子啊，然后去请教万波体啊，那一般来讲，那个去的叫做离婆体啊。依僧伽利来讲啊，那个叫做离婆体，那个是穆建人的弟子啊，他上刀立天请教万波体。好，那其他没有记载。如果依僧伽利来讲啊，就是大迦瑟啊，他是第一上座、第二上座、第三那陀鲁。优波那陀鲁，那其他的我们不知道啊。那优波里有记载的，大概优波里、阿难、大迦瑟这三个一定是有的，这三个一定都是有啊，因为他这个结局律的嘛，他这个结局经的嘛。那一开始阿那律啊就在里面了，这个大致里面说的啊，这三个一定是有的。那这个是主导的啊，这个是召集人啊，那怎么叫总干事啊？那召集人，那这个是结局律，这个是结局经的。那大致里面讲论也是阿难结集的。好，那如果升起力来讲啊，就大迦瑟主导，然后这里啊优波里阿难一定有，然后他还讲两个，一个叫那陀鲁，一个叫优波那陀鲁啊。如果是五分力讲的多一点，五比丘的敲成鲁有参加啊，然后这个富兰那啊富罗那啊，那就是耶舍室友里面那个富罗那啊。那但是如果是依这个大众部的律里面来说啊，富罗那是没有参加，后来赶过去的啊。那富罗那一个说法是他啊，就是有两个富罗那，五分律里面就有两个富罗那啊，那一个是一开始就参加，一个是结集完了他才去啊。那但是如果依经典的说法，富罗那回到他的故乡苏鲁那国，就很早就在那边入涅槃了啊，所以这个各种说法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大概知道五分律讲的就很多了。五分律记载的比较详细啊，他把参加节集的经典啊，参加节集的人乔成鲁啊，那富罗那、昙弥比丘啊、陀婆迦瑟、跋陀迦瑟，然后大迦瑟、优波里，这个是一定的。那么阿那律啊，所以这四个基本上就是这四个啊。好，那么前面有乔成鲁啊，那四分律啊，陀悉罗迦瑟啊，婆婆那啊，还有大迦瑟，还有一个大周那就是周利盘陀姐的哥哥啊，周利盘陀的大哥哥，周利盘陀姐叫做周那啊，然后他的哥哥是大周那，大周利盘陀姐啊，小周利盘陀姐，那就是大路边跟小路边的了啊，小路边生的，然后阿那优婆里。好，另外有四分，另外有十诵律啊，我们就是说我们大概知道。就经典经律里面记载的参加节集的都是哪些人啊？有不一样。那如果一时诵律啊，那写不到了啊。如果一时诵律来讲啊，大概啊，我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结集，就是把它拿来啊，就到时候来，可能你们可以回去做一个表啊，看到底是谁啊，到底都是谁参加啊。那时诵律的话写的又不一样，时诵律乔成鲁也有，时诵律跟五分律啊一样啊，乔成鲁是有参加的。那这个是大迦瑟、优波里、阿难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啊。然后这三个就不用讲了啊，乔成鲁，另外均陀啊。那均陀如果是均陀沙弥、均陀比丘是舍利佛的弟弟，最小的弟弟啊。那后来也证阿罗汉啊，这很小就证阿罗汉了，七岁就要证阿罗汉了啊，很厉害啊，这舍利佛最小的弟弟。那这个均陀啊，也做长老了啊。然后有十力迦瑟啊，十力迦瑟有些说是五比丘之中的一个啊，那有五比丘也有很多种说法啊。那十力迦瑟，另外有些说十力迦瑟就是阿难的这个师父啊。那但是也有说阿难的师父是毗罗河师赫啊，是阿难的
阿难的和尚，阿难沙弥都出家了啊，那或者说实力加奢，然后再讲阿难的和尚，因为他实力加奢后面写阿难和尚。可阿难和尚如果依这个其他的经典说啊，舍利弗问经说，这个阿难的和尚是毗陀茶师喝啊，那他后面写阿难和尚，所以可能实力加奢就是阿难和尚，或是说实力加奢跟阿难的和尚毗，如果依这个四者十诵律，依十诵律了啊，那里面来讲阿难和尚啊啊没有这个。这个毗陀罗斯诃是十诵律说的啊，那不是毗陀罗斯诃是这个舍利弗问经说的啊。那么十诵律说阿难和尚是实力加奢啊，或者他阿难和尚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就是毗罗茶师诃啊，依舍利弗问经了啊。那毗罗茶师诃也不知道是谁，我们不知道了啊。那有可能是实力加奢就是阿难和尚啊，不知道了啊，就是我们大概知道十诵律说的啊，十诵律说的这个是舍利弗问经说的了啊，是阿难的和尚是毗罗茶师诃啊，那这里写实力加奢是阿难和尚。好，那大概另外啊就是摩诃迦奢啊，然后优波里啊，阿难啊，这三个是基本款的。那大概是谁参加？那我没有把所有的经，把所有的律里面参加的都找出来，我们可以啊，有空我们会去找啊。还有，因为我们有五部律嘛啊，还有善见律，那南传的同觉律啊，那升起律、五分律、四分律、十诵律啊，还有根有律啊，根有律，可能大家去看看啊，他有没有写是谁。然后大智度论基本上就看得到就这几个而已了，其他没有看到啊。到底是谁参加的？因为他有500个人啊，啊，有时候讲1000个人，基本上是500人，叫500结集啊。啊，那我们说为什么有五百有一千？那原来选1000，后来如果一神结力，原来是选1000人，后来资格淘汰，剩下500人啊。那有可能是这样。好，就是说顺带了解一下，到底是谁参加结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48页，这个时候身负一眼啊，大家都在讨论啊，交换波体与起灭度啊，大智度论写的是第一个是请交换波体啊，但是如果依生起律啊，第一个请的也不是交换波体，先请呼所提那啊，那后来再请交换波体啊。好，那他说。交换波体已经取灭度，更有谁能结集法藏？啊，因为交换波体是舍利弗的弟子，啊，那么很早就证阿罗汉了。那么长老阿尼卢豆就是阿那律啊，所以阿那律是一开始就参加的。那很多经典也都讲阿那律有参加啊，就是我们看这个五分律里面阿那律也有参加啊。然后其他的也没有讲到了啊。好，那这个阿那律就跟这个阿难说：“长老阿难，于佛弟子啊，那么常见是佛，闻经能持，佛常叹誉啊，佛经常赞叹阿难，是阿难能结集经藏。”好，那么大智慧里面讲到。结集就结集三藏啊，那但是而且经藏一开始就有四阿含，那这个是后来的了啊，那基本上一开始其实就是阿含经，就是传送而已啊，那么后来才分啊，变成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真一阿含，越来越多嘛啊，后来又流出来，然后就编啊，所以我们说结集基本上佛前佛后，佛前就是法句经啊，然后有一些经啊，基本上就已经有结集了，民间啊，或是僧团里面已经把佛说的法啊，有做稍微的结集了，就是大家背诵了啊，所以这个阿那律啊，那么也在诵经，诵经就是说他早上会附诵啊佛说的这个说法的口诀、要点、要义。那僧团里面已经早有这个东西了啊，那像
像周立盘陀且要出家也是要附送这一些啊，就是修行的口诀啊啊，那就是有一些法，我说的常说的法，那基本上已经在佛在世的时候已经有稍微做结集。那佛灭后啊，是把所有佛说的法，那么比较重要的都做结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阿含经啊传送的部分。好，那他说阿难啊，可以结集经藏。这个时候长老大迦舍摩阿难陀说啊，佛主类你主父，你令此法藏，奴应报佛恩啊，那你应该要报答佛恩。佛在何处？最初说法啊，就开始从佛最初说法开始。佛诸大弟子能守护法藏者，皆以面度，就已经了啊。那么就是比较啊，比较就是能守护法藏的啊。比举个例来讲啊，他舍利佛、目犍连，那十大弟子，因为我们看到看不到到底是谁参加了。那像十大弟子里面，舍利佛、目犍连、迦旃延啊，那么富罗那啊，富罗那有，但是富罗那不是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啊。那十大弟子没看到须菩提啊，都大概阿难多闻第一，大迦舍陀陀第一，阿那利天眼第一，优波离持律第一，有四个在里面了。啊，其他也没看到啊，但是有两个已经入涅槃了，舍利佛、目犍连啊，那已经入涅槃了。那须菩提没有看到，须菩提是比较后面出家的，那也没看到。迦旃延没看到啊，但是不晓得有没有了，我们也不知道。那通常是像富罗那跟迦旃延，富罗那、迦旃延都是回他的故乡弘法，可能就在他的故乡那边入涅槃了啊。富罗那回去他的故乡苏卢那国啊，那迦旃延也是回去他的故乡啊，那么应该就在那里入涅槃了啊，或者说还没有，但是大概我们因为我不晓得到底是谁，有很多阿罗汉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其实不太知道。好，那现在来看这个，他说那能够守护法藏的啊，他现在多数啊，这大家都说的都大概都是已经灭度了，只有你一个人在啊，就是比较懂佛法的啦啊，比较懂佛法，听比较多，而且知道比较多的。那我们说佛法里面比较懂的就是论义第一的迦旃延，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啊，那阿那律是天眼第一啊，他比较在佛跟佛法上啊这一部分比较没有。已经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听那么多了啊，那大家这头头第一也比较少听，就是听闻佛法这一部分，而且能够议论佛法比较多的这一部分啊。他说唯奴一人在，剩下你一个人啊，那么奴今应随佛心，就是懂得比较多的啦啊，怜悯众生故集佛法藏啊，把佛说的法集结起来。好，这个时候阿难礼身引啊，顶礼众生啊，坐狮子床啊，狮子床就是一般来讲啊说法的那个狮子床，狮子座啊，那一般是佛啊或者是在说法的。那么十大迦舍说此偈言啊，佛胜狮子王啊，这个狮子其实就是老虎、狮子的狮子，那以前都写这个狮啊啊，这狮子王啊，阿难是佛子，狮子座处座。啊，就是佛说法的那个地方啊。那一般大迦舍结集经藏有预留佛的位置，舍利佛、目犍连的位置啊。那还是一般有说到说，还是有预留他们的位置，表尊重啊。那佛就是中间那个地方。那因为阿难代佛啊，那就是结集经典，所以他坐那个最尊贵的地方，我们叫做中尊呐 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中尊啊。狮子坐处座，观众。无有佛啊，就是观察啊，在大众中佛不在中间坐了啊，坐的是谁？这是阿难了 啊如是大德众无佛是威神啊，虽然现在这些都是大阿罗汉啊，都是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但是没有佛啊，感觉就不一样。这个佛也曾经讲过类似像这样的话
啊，那舍利弗目犍连入涅槃了。啊，虽然这些都是大阿罗汉，但是没有舍利弗目犍连，感觉就是空荡荡的。这个佛也讲过，啊，这舍利弗目犍连入涅槃没多久啊，那为大众说法，啊，虽然这边大众人那么多，人那么多，啊，有些也是阿罗汉，但是没有舍利弗目犍连，感觉就是空荡荡的。那大迦叶在这些结集经典的大阿罗汉当中，三明六道当中，那么也讲类似这样的话，啊，这大众中啊。如果依大智论讲，有一千个嘞，啊，那都是三明就通过大阿罗汉嘞，但是没有佛，啊，感觉上就有什么思威神，如空无月时，啊，也是空荡荡，啊，跟佛说大跟佛，啊，那么说目犍连舍利弗啊入涅槃之后，啊，这大众中感觉空荡荡的，那大迦叶说啊，这还有那么多阿罗汉，但是没有佛，感觉就是空荡荡，如空无月时。有树而不明，树是心秀啊，那么就是心啊，有心，就是没有月亮，但是有星星，但是看起来就怎么样，没有那么光明了、啊。眼就是眼明啊，其实就是没有那么庄严，没有那么光明。虽然有星星啊，就虚空中没有月亮啊，晚上有月亮，看起来就比较光明。那是没有月亮，虽然有很多星星啊，有很多星星，但是啊。那么也看起来就暗暗的啦，没有那么光明，啊，秀是心秀而不言明，啊，就是光明了。奴大智人说，啊，奴大智人说，奴佛子当也，啊，那这个看起来有点奇怪，奴大智人说，奴佛子当也，那应该是说，奴所知的大智，如果大智人。大智人在佛经里面有很多种说法，一种是指佛，佛就是大智人，一切智，一切智者，啊，一切智就是佛是一切智得一切智的，大智人大智慧，其实单单就是大智慧的人。那《阿含经》或是《论典》里面讲大智人，有些只是简单讲啊，大智慧的人，啊，就是只是你是一个啊有大智慧的人，简单讲只是这样。那有一些就是特指阿罗汉，啊，阿罗汉是大智慧的人。那么严格来讲啊，就是指佛，啊，佛在所有的智者中是最大智慧的人，啊，那如果依其他的经典来讲，只要是阿罗汉，啊，他就是大智人，啊，那。比如说来讲啊，《本行集经》里面，《本行经》里面，啊，那佛《本行经》啊，他说：“诸夫皆尽无所居，一切世间内外处，贪嗔痴尽悉免脱。”佛说四名大智人啊，写一下好了。啊，用念的可能你们不知道。啊，佛《本行经》。诸夫皆尽无所居，啊，就是断尽一切烦恼。只要断尽一切烦恼，就是大智慧的人啊。那么一切世间内外处。前面说啊，前面说这个啊，一切法中得无所着啊，这一切法中就是一切世间内外处啊，因为我们所能够了解的一切法就是十二处，六内处、六外处，所以一开始的一切法指的就是十二处，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么，所以一切智就是对一切法能够正知。啊，能够明了见一切法的实相，啊，其实就是无常无我相，就是缘起相。好，他说这个一切世间内外处，贪嗔痴慧悉免脱。那我们的贪嗔痴气就是从内外烦恼，就是从内外处来的，啊，所以根尘是何而生处，处具受想思，啊，其实就从这边来的，啊，贪嗔痴，啊，
慧，贪嗔痴慧啊，悉免脱。啊，这个是他讲，佛说四明大智人。这个就叫做大智人啊，所以这个纯粹是说，啊，若尽得解脱啊，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就是大智人，但是有一些也不一定是指阿罗汉，就是你有智慧，那么能够理解这个东西，那么有时候也叫大智人。但是简单的讲，就是说广阔的讲，就是你有佛法的智慧，你就是大智人啊，就是有聪明的人啊，就有智慧的人，他还会理解。或者那严格来讲，就是说正阿罗汉叫大智人，所以舍利佛是大智人。经律里面呢有说到了，舍利佛是大智人，大迦叶是大智人，啊，那一切阿罗汉都是大智人。那么严格的来讲，佛才是大智人，啊，具有最大智慧的啊是佛。那如果从这里说，从这里说，奴大智人说，啊，那应该说你所知道的，奴是指阿难嘛，大迦叶指阿难啊，奴大智人说。那不可能说阿难讲的、啊，说阿难你要说什么？说佛所说的，啊，就是你所知，啊，奴所知佛大智人指佛，大智人指佛，奴所知大智人指佛，奴所知佛所说的，现在奴佛子，你是佛弟子，你应当把它说出来，奴佛子当说，啊。就是奴所知佛所说的部分那个法，啊，奴所知佛所说法，奴今应当演说，啊，应当为诸大众演说，啊，说出来。那么说什么呢？第一个先说什么呢？何佛何处出说啊？何处佛出说？就是佛在哪一个地方最先说什么啊？就叫初转法轮啊。最初说什么，然后慢慢慢慢说说说，说到最后说什么，那么这个你应当奴今就是佛在何处说些什么，那么一直到佛最后说些什么，那么你现在应当一一的布现，就是宣告布现，布就是宣告啊，那么我们叫公布公布嘛啊，那么现就是出现，就是显现。啊，就是说你应当一一从最初到最后，最初说法到最后说法，那么一一把它说出来啊，就现出现现出。这个时候阿难一心合所啊，就是合掌啊啊，向佛涅槃方如是说也啊，先向涅槃，因为他结集的地方在王舍城，涅槃的地方在居士那啊，那他是王舍城在恒河的这一边，其实呢应该在另外一边，这也是在恒河下面 上面上方那边，但是是往另外一边去了，啊，因为他离很远，居士那比较靠近这个舍卫城那里，啊，那大概就是迦毗罗国那边，啊，舍卫城那边，那中间是毗舍离，啊，毗舍离再下去是王舍城，啊。那毗舍离跟王舍城其实是对面，但是他毗舍离比较靠近这个居士那好，所以他向佛的涅槃的那个地方啊，那么合掌啊，先顶礼大众，然后又顶礼啊，就合掌向佛。那他说这个开始说佛出说法时，尔时我不见。当然了，那个时候每一个阿罗汉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佛最初是五比丘说法，那五比丘有没有参加？不知道，因为里面有一个五比丘啊，乔成鲁啊，在哪里？在啊大哎啊这里没有写到，在十诵里面，十诵里面乔成鲁有参加啊，有五分律里面，五分律乔成鲁有参加。那照理讲，如果乔成鲁有参加，那么乔成鲁可以印证了，因为佛最初为五比丘说法，第一个证阿罗汉就是乔成鲁，啊，十诵也有乔成鲁，十诵里也有乔成鲁，啊，就是五分律跟十诵都有记载
五比丘的第一上座，乔成儒有参加。好，那但是阿难当然那个时候，阿难是第六年才出家的，第六年到第七年火回乡省亲的时候，他跟提婆达多啦、阿那律啦这些啊，那么王子那一起出家，包括优波里啊，这个都是那个时候出家的。那所以佛最初说什么法，最明白的应该就是乔成儒啊，初转法轮嘛啊。但是阿难是结集者啊，所以他说出来，有些人啊会说啊，佛说什么说什么。好，如是辗转闻啊，那我是听来的，我也是听来的啦。那个时候我不在现场，我也是听来的啊。佛在波罗奈啊，就初转法轮是在波罗奈。那波罗奈是迦斯国，波罗奈是迦斯国啊，就鹿野苑啊，它的城叫做波罗奈城啊。那就是佛陀在很多的国家啊，那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跋茄国的毗舍林，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啊，然后乔萨罗国的舍卫城啊，然后跋茄国是乔善米，跋茄国是乔善米啊，另外有迦毗罗卫国啊，那跋奇国是毗舍林。跋茄国跟跋奇国不太一样啊，跋奇国是毗舍林，跋茄国是乔善米啊，那乔萨罗国是舍卫城，摩揭陀国是王舍城。那波罗奈是很早，那个有时候叫仙人堕处，很多人就在那边修行，苦行的很多啊。那波罗奈国是一个城，它其实不是国，它其实是迦斯国，迦斯国的波罗奈城。好，那这个我们稍微就是说稍微一个概念了，因为很多国家我们不是印度人嘛，不是当地的人，所以对这些啊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地方，哎，有时候那个城其实叫做国啊，那其实叫做波罗奈城，迦斯国的波罗奈城。好，他这里讲到佛在波罗奈啊。初转法轮为五比丘啊，那么初开甘露门啊，就是甘露就是可以解脱的不死的啊，这个法门说四真谛法，就是佛在哪里，什么时候在哪里，什么时候他们都不太说，就是佛在哪里啊，什么时候基本上都没有讲啊，所以都后来就讲一时一时。那么佛在哪里，为谁说什么啊？那大概都是这只要这三个了啊。那么佛为五比丘，为谁？为五比丘啊。那么初开甘露门得说什么？说四谛苦集灭道，苦集灭道谛说四谛。那我们说最初说的包含中道、四谛、缘起，就包含这三个。如果你看那个初转法轮的，它基本上其实有包含这三个。那么一定最开始一定说中道，不苦不乐的中道，因为五比丘认为苦行才是修行，那所以佛陀先跟他讲，其实真正是不苦不乐的中道，先说不苦不乐的中道，然后说四谛，然后四谛是横着说，那详细的说缘起，那其实所以如果然后再讲啊，这个非常非断的。所以如果真的要来讲完整的说了，完整的说啊，那这个是说中道、四谛、缘起，那都有记载，你可以看佛最初在鹿野苑讲，因为佛在鹿野苑讲他不是讲一次，因为第一次讲是乔成儒证阿罗汉，后来啊，因为五个人嘛，两个人去多波啊，三个人留下来听，三个人去多波，两个人留下来听，那么不知道讲多久，我不知道啊，因为记载没有，但是就是讲了一阵子时间啊，所以这个都可以归在鹿野苑讲的，都可以归在初转法轮里面。所以你会看《阿含经》记载的啊，有时候讲缘起，有时候讲四谛，有时候讲中道，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缘起、四谛、中道是一样的东西。好，那一般的说法就是讲四谛，那四谛是闻所未闻啊，过去没有这样说的。它是一个纲要性的说法，啊，苦要找苦因，
啊，那要灭这个苦，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那所以正确的方法，道中道也在里面。好，那苦集以灭道地，那一般说是经过论师的一个比较，就是纲要性的说法，就叫做三转十二形象，啊，此是苦逼迫现，此是集招感现，啊，此是道可证现，此是灭可证现，此是道可修现，此是苦我已知，此是苦汝应知，啊，此是苦我已断，此是苦汝应断，啊，那此是苦我已知了，啊，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我已断，此是集汝应断，此是道我已修，此是道汝应修，啊，类像这样。啊，那么此是灭我已证，此是灭汝应证，就三转啊，三转法十二形象法论。好，阿耨乔城汝最初得见道，八万诸天众皆亦入道基。啊，那八万都是形容多数了啊，多数。那么佛说法的时候，那么很多天众啊也在那边听啊，那时候皆亦入道基啊，那么有可能就是正出国啊，是正预留。或是说他得正见啊，真上好，四千阿罗汉闻是语啊。我们说大智论是讲一千个人结集的，他后面又讲五百个人啊。那所以他是因为大智论是采取就是结集，就是部派跟大圣，因为部派大初期大圣起的时候部派还在，所以他们是同时并在的啊，并不是部派灭了之后才大圣，不是这样，部派跟大圣是同时在的。那么大龙树是大初级大圣的集大成者，啊，那所以他是结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观念在里面，然后他觉得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比如说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啊，那么当然这个里面应该也有鸠摩罗什个人啊，因为他翻译的原文的大智论到底是说什么，那么哪些是。鸠摩罗什加进去的，因为他要解释他，因为鸠摩罗什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意义嘛，啊，他要解释多一点，他会把他的说法啊放在里面说，也会的，啊，他并不是像玄奘是原文解释的，不是的。好，那龙树本身啊读那么多，他因为他不可能所有的说法，有些是并列在里面，有些是他取其中一个说法，啊，好，那他说。这个八万诸天众，八万是多数的意思了。好，啊，皆一入道基。那么千阿罗汉闻是语，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啊，七多罗树，多罗树是很高，因为多罗树是一直长高的东西。多罗树就像我们的棕榈树、椰子树这一些了。椰子树、槟榔树、棕榈树这一种的基本上。都是啊，类似像这一种一直长高的，它不会往横长啊，它不会往横长，它只会往高长。你把前面截多罗树头，把前面砍掉，它没得长，它就死掉了。它跟其他的树不一样，所以多罗树是越长越高，越长越高，啊，长到一个程度它也会死掉了，那太高了啊，越长越高的。好，那么所以多罗树通常都在形容高的东西，那么七多罗树就是有七个多罗树那么高，啊，就更高了。七是圆满究竟的意思啊，印度的数字基本上它有一些表法啊，那么七基本上是最圆满究竟，是最高的了啊。多罗树已经很高了，七多罗树基本上都是最高的意思啊，就非常非常高啊。那八形容多数，八形容多数，七形容圆满究竟啊。这个是印度里面，如果你看久了，经律论看久了，你会发现到哦，那大概是这个意思。那皆言堕无常力大，如我等眼见啊。堕无常力大，其实就是在感叹啊，所有的力里面，无常的力最大，就是无常啊，诸行无常，因为生灭生灭嘛。就像我们亲眼所见的，就是如我等啊，就像我们啊，无常力有多大呢？好，他现在底下就在解释无常力，感叹无常啊，世间无常这个力量。啊，非常的大，大到不管是就算是佛也没有办法免于无常的力量，啊，如我等，就像我们眼见佛说法，如我等眼见佛说法，应该是这样啊，如就像我们亲眼所见佛在说法，现在佛已经不见了，
过去我们都是亲眼见佛在说法的，啊，亲耳闻佛在说法的，现在乃言，乃至于佛不见了，只能说我听过，我闻，以前是亲眼所见的，现在佛不在啦，你没有办法再眼见啦，但是你就能够回想啊，过去我听佛这样说，啊，所以今乃言我闻，就不能见佛了，已经不见佛了。今已不见佛，而只能说我曾经听过佛这样说，啊，那表示什么啊？就无常的力量增大，连佛都不见了，啊，其实就是也不在了。便说寂言啊，就说这个寂，啊，他说这个我见佛身相，我看到佛的这个身相，啊。那犹如紫金山啊，妙相众德灭，唯有名独存啊。我们一起来看，我看到佛的这个身相，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好像啊紫金山啊，紫金是比金更好的了啊，这比黄金更好的紫金。那它是形容那个殊胜的啊。那有时候讲须弥山，阳光照在须弥山啊，也叫紫金山。那么妙相众德成啊，有三十二相，种种殊妙的啊，这个相，那么种种的功德啊，众德种种的功德所成的，那么现在已经什么灭掉了，不见了啊，妙相众德灭。那佛的身相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无量相好了，那种种的功德所成就的，现在也不见了，灭消失了，只剩下那个名字。佛的名字啊，他种种什么功德啊，这真相名字还在，是故当方便求出于三界啊。那这个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无常啊，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啊，那么一切无常要怎么样？要精进修道啊，所以要种种的方便啊，精进啊，那善巧方便求出于三界，要赶快啊出生死轮回，勤集诸善根。涅槃最为乐，啊，要努力精勤的修学，积极，啊，一切的善根。那我们说善根不外乎佛法里面的善根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能够成就，根就是增长，根就是增长，啊，那么能够成就一切善法的这个力量，叫做善根，就是所以就是五根，五种善根，信、敬、念、定、慧，这个是善根。另外一种。就是从灭烦恼来讲，啊，那么能够灭一切烦恼的力量，叫做善根，所以叫做三善根，叫做无贪、无嗔、无痴，啊，那五种善根是信、敬、念、定、慧，叫做五根，啊，有五根，所以有五力，所以五力能够怎么样？能够成就，啊，成就圣道。那从灭烦恼这边来讲，啊，那么这个是整功德，增长功德这边来讲是五根。啊，信敬念定慧，从灭烦恼不起烦恼这一步来讲，它叫做三善根，叫做无贪、无嗔、无痴，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两个其实是相通的。好，所以勤集诸善根，涅槃最为乐，能够证得涅槃，啊，那涅槃就是啊具足一切功德啊，那么就是离去一切烦恼，断灭一切烦恼。好，这个时候长老阿那律、阿尼如多就是阿那律了。就说寂，啊，堕世间无常，堕都是感叹了 啊世间无常如水月芭蕉。那功德满三界，无常封锁坏。就算啊，就是无常的力量真的太大了。就算你有啊，这个圆满三界的这个功德，超出三界的功德就是佛了，啊，其实功德满三界，其实在讲佛，啊，那么即使。你像佛陀这样福慧圆满啊，那么在三界里面至尊无上啊，就是天上天下无如佛嘛啊，十方世界亦无比啊，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佛如佛者啊，所以他圆满超出三界，超越这个三界所有一切众生的功德啊，那么他也要怎么样啊，也要为无常封锁坏，这个是从化身报身来讲，果报身来讲。那如果从他的法身来说，啊，那么基本上不为封锁坏，所以舍利佛入面的时候，阿难哭得要哭
哭到好非常的伤心。那佛陀就跟他讲，舍利佛这个报身果报身不在了，但是他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这个法身有跟着消失吗？不会，会不会无常风所坏？不会，啊，不会啊。所以他这个是从世间人看到的这个业报身来说，如果从法身来讲，啊，不为无常所坏，啊，其实是没有为无常所坏的。好，这个时候大迦叶又说这个偈，这个是阿那利说的偈，啊啊，最前面是阿罗汉说的偈，啊，这有三个哦，有三个人说，就是第一个是有一些阿罗汉说，啊，千阿罗汉，啊，说啊，就是感叹无常的啦，啊，那么另外阿那利说的，那这个是大迦叶说的，那这三个其实啊，等一下我们再来想啊，他说无常力甚大。于智贫富贵，得到即未得，一切无能免。这个大家是在做总结了，啊，就是这些阿罗汉说了之后，那么阿那利说了之后，大家是又做总结。好，无常力甚大，于智贫富故，啊，就无常的力量非常的大，不管你是聪明的，啊，愚笨的，贫穷的，富贵的，啊，那么有得到即未得到，啊，就凡夫跟圣者。还是凡夫，还是圣者，啊，那圣者里面是有学，是无学，啊，那么一切都没有办法避免无常的到来，啊，所以生必定要死，谁都不能例外。但是死之后会不会再生，那就不一定了，啊，那就凡圣就不一样，啊，好。那么非巧言妙宝，非欺狂力证，啊，如火，他说一切未能免。得到一切道，一切无能免，非巧言妙宝，非欺狂力证，如火烧万物，一切都怎么无常相法耳，就是一切火烧万物，一切都化为灰烬，就是灭。那如果从这个文义上来看啊，那我们可以讲啊，那么所有世间的一切人啊，一切众生啊，那么没有办法免于无常生死，啊，那就是已经生就必会有死啊。那么，不是你善巧的言语，啊，或者是你这个书妙的这个珍宝，啊，也不是啊你的欺骗狂惑，或是你的武力抗震啊可以避免的，啊，那像火烧万物，所有东西放到火里面，火就像无常，都会消失。但是这一段话。啊，就前面的这一段话，其实是我们如果对照经论，它是出，它跟那个坐禅三昧经是一样的。好，我们把这个写一下。那坐禅三昧经是也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可以说他编撰的啦。所以这一段文啊，跟这个坐禅三昧经里面讲无常，坐禅三昧经是鸠摩罗什，那么收集。西北印啊，一些禅师的一个禅法，他401年啊来到长安啊，那这个那么一开始就教授这个禅经啊，然后最早的弟子像深瑞啊，就是依他这样修坐禅三昧经啊。那他一开始讲人要修行啊，要有戒有定有慧啊，怎么修？那么坐禅三昧经就是因为无常。那前面有一个无常，有写一大段无常的偈。那这里跟他写的跟这个大智论里面这个写的是一样。这所以如果我们站着无常偈，你就知道他这里在讲什么啊？非巧言妙宝，非欺狂力证啊。我们来看啊，就是坐禅三昧经，这个可以说是罗什编撰的、编辑的。他收集当时的这些禅师，西北印的禅师。啊，可能六七个啊，就不同的禅法，然后编在一起的，然后他又把它翻译出来啊，他也用这个教人家啊，坐禅三昧经啊，那再有兴趣也可以去看啊，啊，那里面的内容还蛮不错的啊，但是他里面说到啊，那么我们来看坐禅三昧经啊，他一开始他就卷上卷下的样子啊，就卷一而已，他一开始啊写了很多关于无常的，那里面有一段话。里面有一段话跟现在这里大智度论说的，因为大智度论也是罗什翻译的、啊，
然后他有，所以他有一些就是啊，他这一段话是一样的。好，我们看啊，他说人生世间死力最大。啊，我只是截录其中的一段了啊。啊，所以它叫无常力大，其实它就是无常力大，啊，啊，他说一切无胜，这一切的力量中没有超过无常的力量，啊，啊，什么力都没有超过无常的力量，啊，那么死力强者。死力强，死的力量啊，无常力的力量非常的强，强到什么程度呢？啊，我们再来对照他这一段，其实就是讲这一段的。死力强者，若过去世第一妙人，强到什么程度呢？若过去世，过去佛也一样啊，过去了嘛。若过去世第一妙人，啊，过去的圣者啊，第一妙人啊，其实就是过去佛了。无能托此，无能托此死者，啊，不管是谁啊，多数圣，没有办法避免无常死生死的，无能托此，没有这样的人啊，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不死的人啊，啊，只有不生的，没有不死的，生必定有死，啊，啊，这个是无常法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则，有生必有死，啊，但是死后不一定有生，所以佛法里面没有长生永生这种概念，只有无生这种概念，因为有生必有死，包括你成佛也一样，啊，好，所以那么现在亦无大智人啊，又讲到大智人，啊，大智慧的人，现在亦无。人圣死者，啊，过去没有啊，第一妙人其实都是讲佛了啊，讲佛啊，那么亦无大智人，人圣死者，能超越的，能不死的啦，人圣死就是也没有能不死的人啊，人圣死者，能脱此死者，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没有能够啊生而不死的人啊，就算你有再大的智慧，再大的功德啊，再多的能力都没有办法有不死的人。好，现在讲无常啊，那么亦非卵啊，底下来就是讲这个，底下这个前面其实是啊，在大概说啊，那后来啊，你看，那么非巧言妙宝，非欺狂立正，就在这一段话里面，亦非卵与球。亦非卵与球是这里的这个非巧言，非巧言。好，我们把这个讲完。亦非卵与球，啊，卵与球就是卵与恳求了，好言相求啊，求是恳求啊，我们可以讲啊，卵与恳求，你没有办法这样而不死啊啊，或者善于恳求，那。亦非卵与球，非巧言狂，啊，狂惑，啊，巧言狂惑啊，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巧言狂惑，啊，所以对照这个看的会比较清楚。那如果没有对照的话啊，我们照这个文字来看，就是善巧的言语啊，善妙的珍宝。啊，如果单对照看啊，我们会比较清楚，因为他就是照这一段来说的嘛，啊，那么巧言狂惑可得必脱，避免啊而不死啊，脱此死者。好，那么亦非持戒精进能却此死。好，所以这个妙宝啊，那么这里是讲亦非持戒精进，就是你心中有这个功德啊，所以你。这里就讲到这个功德满三界，那么一样，
啊，得道即未得啊，这个就是妙宝啊，一切无能免，亦非持戒精进，并不是你持戒持得很好啊，那么非常的精进，那么你就可以不死。亦非持戒精进啊，能确持死，可以不死啊。其实讲的跟这里一样啊，那么所以如果来看的话啊，其实就是非巧言妙宝，非欺狂立正啊，那么能免于死啊。你看都其实是跟这段文气是一样的，那这个也是鸠摩罗什翻的啊，那所以他可能就是啊，那我们说非巧言妙宝啊，那这里是就算你持戒精进，你也没办法避免啊。那如果从经文上来看啊，不管你怎么样的善巧言语啊，有你有什么样收集什么样的殊妙珍宝啊，你都富贵了啊，你有多富贵啊，你有多能言善道，还是你很会欺骗啊，还是你很有力量啊，抗争你都没有办法避免啊。但这里讲的就是暖与求巧言狂，暖与求巧言狂啊。那么珍宝善宝的话，它这里是持戒精进，能确持死。好，那么里面还有两段啊，比较重要的啊，我们把这个讲完啊。他说：“今日饮此液啊，这是另外里面非常的多，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他里面讲到无常的概念啊。他说一般的人啊，今日饮此液，今天啊做这件事啊，明日造彼事啊，明天啊做那一件事。”啊，今天做这个，明天做这个，啊，然后这个乐着不观苦，啊，乐在其中了，啊，乐着，啊，就没有无常的观念啊，无常故苦就是这样啊，不观苦，没有观啊，一切无常，无常故苦，你所拥有的，它终究要失去，啊，那失去的时候就苦了，何况得，你求不得也是苦，得到了也是苦啊，所以你应该要知道，你应该要得到的是什么。不是世间的这些东西啊，那么不觉死劫至，不知不觉啊，人就要死了，死就像贼一样啊，把你的这些功德，你一死，你拥有什么都不在乎了。你不管你拥有什么，你所拥有的东西，当死来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啊。那不觉，你不知，你就不知道，其实有一天你会死啊。其实这个是无常的观念。啊，那印光大师的说法就是，啊，修行要把一个死贴在额头上，其实就是你要观无常啊，其实是这样，那么你才会精进，啊，你的目标才会正确，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然后他又说，啊，匆匆为他物啊，就是为己物，啊，我觉得大家回去可以稍微看一下啊，他里面讲这些概念，就是他要讲教你怎么修禅之前。他给你一个观念，你为什么要修行？啊，你为什么要修行？要修些什么？啊，那这个是他要告诉你的了啊，就是你怎么样出家修行啊？那你要做些什么？好，我们把这个讲完再下课哈。那么，匆匆为己物，他事亦不显。啊，我觉得这个很不错了啊。那么有时候要背起来，或是常常念，啊，然后当我们很忙很累的时候，有时候要想一想，我们到底都在做些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啊，我们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我们现在到底都在做些什么？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为什么？那只要想这些东西，啊，匆匆为己物，啊，他事亦不显，啊，又在乎自己，又在乎别人，啊。那在乎来在乎去，死者不待死。有一天要往生了啊，然后或者生个病要重病了啊，死者不待死，他也不会跟你讲什么时候要来啊。你以为老了才会死，病了才会死，不一定啊。有时候忙一忙，忙一忙，忽然之间就快死了啊。死者不待死啊，并不是可以等待的啊。我等我老了，我现在还年轻啊，我现在正要发挥。智者无拖延，啊，等到他忽然之间到，啊，时节到，无拖延，你想要不死，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你不死，无脱也没有脱而不死，就是你们没有不死的因缘，等到死要到，你没有不死的因缘。好，那么这个是里面说到的，《坐禅三昧经》里面说到的。那这个可以跟现在这个无常的记对照，它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啊。那里面的非巧言善宝，非欺狂立正，那无常立甚大啊，讲的其实就是这一段。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后面就大迦叶跟阿难讲了，就是说在说在大迦叶在跟啊阿难说啊，佛最初说什么啊？那么还没讲之前。还没讲之前，那么这些诸比丘，然后跟这个阿那律，跟这个大迦叶，啊，先感叹这个无常啊，那佛不在了，就是对于佛啊，因为无常的力量佛不在，那么先做一个感叹，那么这个也勉励大家啊，就是说要常常思维无常，然后去证得无我啊，有这种力量去证得无我啊，其实是这样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